节奏不错，主要是好像八哥的东西回来。母鸟刚才有过去，后来稍微有点走开了，谁要发起攻击呢？再叫。到母鸟，母鸟在上面，阿 Q 了，对，应该在叫幼鸟吧，大宝妹要过来。来了，发起攻击线，幼鸟妹要过来了。他们在等幼鸟过来，母鸟也不去抢，对，母鸟在看不到幼鸟。在大宝不在会有点尴尬，就是另外两只飞行能力没那么好，而二宝飞行能力没那么好，这种只有大宝，现在只有大宝会主动冲出去，如果大宝不在家不到就自己拔毛了。要飞走了，来了，鸟回来，开始录像。来了，开始录像。停。没有用，雏鸟不出来。不晓得是谁，一二，还有一只呢。公鸟还在拔毛，母鸟站在巢穴的左上方，自己在吃吗？自己在吃啊，自己拔完毛先吃一些。来，哦，等你好久啊。
好了，开始录像。